市府今年度第三次机关药品雇用临时人员公开招考即将开跑了，有定在这个月19号上午来开始。特别要注意的是，这次有双考场，分别是新市区的新市国小以及中西区的财政税务局来进行考试。报道时间以及地点等资讯拢伫市府劳工局的网站。特别提示考生，唔通走唔到考场哦。市府将伫8月19号礼拜六举办今年第三届约聘临时人员的统一招考。伊这次的统一招考是真特别，有双考场进行争取，分别是新市区、新市国小以及中西区的财政税务局。所以参加争取的考生千万要注意咯。106年，我们第三次的约聘雇用临时人员的统一招考，那即将在我们这个礼拜六，也就是8月19号。即将来做一个办理。那我们这一次呢，总共有443个人的一个报名的资格是符合的。那就要提醒我们这一次来参加考试的考生，那要记得携带你们的一个身份证明文件，那包含就是像身份证啊、驾照啊，那或者是说有照片的健保卡或者是护照，那这样的一个正本资料，然后携带到考场来做一个资格的查核。刘主任表示，这次总共有25个机关提供67个职缺，伊因为组别编号25号，需要加考电脑中文拍字测验，所以另外设场地伫财政税务局，其他各组也是伫新市国小进行争取，所以市府劳工局也将名单、报名时间、甲地点等资讯，拢公布伫劳工局一份就好网站。也呼吁考生先到网络查询，避免错过争取机会。记者庄一晨，市政府采访报道。